香港呢是一个造星之城啊，那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出产的明星相当多。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那个时候你们比较喜欢的那个叫做偶像级的这个香港明星有谁？周润发。周润发。对，周润发。周润发。啊、嗯，还有演霍元甲那个黄元生。啊，黄元生。我喜欢最高英雄梁小龙。梁小龙演陈真的。啊、嗯，还有那个什么汪明荃，都是那个时候的啊。对，我喜欢曾楚红。哎呀，还有张曼玉呢。关之琳。都会你。郑少秋啊。郑少秋的皇上，他演的是非常非常迷人。这是霍元甲的主题曲吗？哎呦，看样子大家都挺熟悉的嘛。那接下来题目来了，请听题。香港电视曾经评出了百大经典角色，如《上海滩》里面的冯程程，《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郭靖，请问以下哪一个人包揽的角色最多呢？ A. 黄日华， B. 赵雅芝， C. 郑少秋，请选择。赵雅芝女士，她饰演的那种经典角色并不是很多。黄日华呢，他是那个五虎里面，他其实后来也是演的比较少。郑少秋先生是从头到尾一直在香港的电视剧行业、电影行业都是一个常青树，每个时代他都有代表作，所以我应该选 C。 没错。对，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通常我都是不知道的，我都要请人来帮忙解答。今天呢，解答这个问题的嘉宾神秘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接下来有请神秘嘉宾出场。哇哇哇！好好好，大家好，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这真的假的？是我。对。他模仿得很像。您能再多说两句话吗？你们好，我是从香港来的。看，他说我假的，那你说我真的还是假的？那就是我。谢谢。所以，也就是说，这道题的答案是 C， 郑少秋了，对不对？不应该肯定是了吗？这是本人都来了，刚才我都忘了谁抢到来着，都是谁抢？给刘仪伟队加5分。这个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请到了郑先生来，所以我们就说郑先生是我们有 VCR 为证。《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狮步低头》里的谢文武，《流氓皇帝》里的朱锦春，《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以及《陆小凤》里的叶孤城，是 TV。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电视机里头看见你啊演戏哈、啊，很少真的现场能够听到你唱歌，因为你确实在香港很忙，很少过来。嗯，让我们现场听听您这个现场演唱的风采。有没有舞群、啊？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我们还有粉丝，粉丝在哪里？有没有掌声？来，掌声在哪里？哦，有掌声。所以有这些你就可以唱，是不是？对，有鼓励的掌声就来了。来，我们有请郑少秋先生。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
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创锁，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云过。谁会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愿记创锁，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云过。不仅这戏演的好哈，这个歌唱的好，舞也跳得棒，还有一点很厉害，它能够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嗯，这事儿我正想问一下郑先生，是听说您的戏在香港一播，每部戏一播，香港的股市就下跌，80%的戏都跌。都跌，为什么？哎，为什么？这真厉害！因为大家都去看电视剧，没人工作。哎呦，这个好，这个好，有道理，有道理。啊、我觉得不得了，有道理，有道理。我跟你说，刘玉伟老师，这就为这个事情啊，就好像据说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写了洋洋洒洒好几十页的论文，研究这个秋官现象，啊，这个秋官已废。啊，对，所以这个你自己有研究过吗？我自己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做一个艺人，我觉得是非常非非常正常。尤其像郑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东北那时候，您的戏说乾隆在大陆内地一播的时候，迷倒一片一大片，所有中国的妇女全被你迷倒了，我姐、我太太。还有我妈，全是她的粉丝，就是老老少少，只要是女的都喜欢。对，非常喜欢，因为她那个乾隆演的那个劲儿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哎呦，今天我总认识了你了，好朋友。而且呢，这个香港啊有一个说法哈，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也非常的认同，就只要郑先生啊一扮上古装，就没有人比他更像古人。就想请我们这个秋官来跟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古人的风采，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粤语啊保留了这个古时候的古代人的这个发音方式。对对，我们掌声有请您来给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情事无成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咁就三百杯。当年李白还去过广东啊，我以为就苏轼在那边待过呢。那要不然您也来一下四川版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刚才是我们玩的都是文的，接下来我们玩点武的。什么叫文韬武略无所不能？这就是讲的是我们秋官刚才喝了嘛三百杯，现在就开始醉着，我们就舞一舞剑，好不好？这个掌声在哪里？来，秋官，秋官，秋官，来！这不过瘾吗？有点短、因为我的酒量蛮突出的，很快就醒了。再来三百杯。这个醉剑会不会不太好？这个最重要是要走走醉步，走醉步啊！打打打打打啊！就是这样。哦。那就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你虽然看它是晃来荡去，但是忽然间一下，哇！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那种喝多了的感觉迷惑你。他以为我三百杯嘛，我就来一下。对，我觉得我们场上的嘉宾哈，都可以是吧？其实有几个都是没问题的。这不能练醉剑，因为我怕我练好了观众们就欢呼刘一维醉剑，刘一维醉剑，不是刘一维醉剑，刘一维醉剑。刚才郑先生讲的有道理，是，但是醉剑讲究的最关键的叫做似醉非醉，看似醉而心中是透亮的。来，我们看看怎么个四法。酒杯，喝酒，哎呀，一杯，然后扔掉。真的别说哈、啊，你点评一下，你觉得呢？刚才他那个，他是一个好演员，好演员啊、把醉态都演出来了，醉态演出来了，但是怕他的剑会割到自己，就刚才有点危险是吧？但是也没割到，这个最难得，这才是一流的演员，是不是？看着人家很紧张，紧张，但是属于杂技表演一种哈、啊，难得。不要演武侠片了，危险的。其实呢，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场上啊，有三位比较成熟的男性啊，刘一维老师啊，潘长江老师啊，秋官老师，他们三位呢是有个共同点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都长得很，都很。你好意思把那字给说出来吗？再说一遍，你好意思，再刘一维，你好意思吗？别卖关子了，到底有什么？我确实觉得吧，就是你们这从外表上看吧，他确实挺难找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一位父亲。就要分享一下做父亲的心得了。三位肯定都特别忙，这个有时候会不会疏于对女儿的一些，就是照顾啊？我女儿才六岁，我离开她最长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周。超级奶爸，好爸爸，好爸爸。潘老师呢？我关键最可气的，我们家潘阳曾经管我叫叔叔。啊？
小的时候是吧？两三岁的时候，我在外面拍戏，来春节晚会连拍戏，我有十个月没有回家。我回家了，进屋，第一句话拍案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好。”哎呦，那你心里咋了？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心里流的是泪。会流泪，还是流的什么？我跟你差不多，一样，基本上咱俩是一样，差不多。对，你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吗？对对对，我太爱我的工作，然后也是因为过生活，而且有的时候你签的，我们签跟电视台签的合约，你签的话，他通告来你就要去工作，你不能推就罚钱，罚钱还要告你，对，还有后面很多东西问题所存在，所以我都把整个人都送给电视台的，是这样。哎，今天这样好了，今天我们来考验三位父亲，我们有请我们的可爱的小嘉宾上场。哎，我们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了哈。这三位小宝贝哈，你看他们现在做的都很淡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手里头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最喜欢的小玩具。哦。现在呢，就是请几位爸爸负责把他们手里的玩具给拿过来，要他非常自愿的把这个玩具送给你。来，我们先从这个自称为好爸爸的，这个好像对孩子很有办法的林一伟老师开始，要不你从这个小朋友开始。来，贝儿，你知道吗？我们在做一个游戏。贝儿的表情很惊悚，好可爱呀！哎，你先告诉我，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说？我不说。哎呀，你说嘛！他们俩都听见了。不，你先告诉嘛。我跟他说，我们俩要做个游戏。我们要当第一名。你把娃娃给我，我们俩就第一名了。好了，这招不能用了。宝贝儿，平时最喜欢吃啥？啊？你给我黑奥迪，我就跟你换。哦，这样你管我叫声爸爸，我就给你买奥迪。好，我不。不当不当，那真的买个小奥迪，挣那点电动的啊，一开可好玩了啊。我不要乖。不是你不喜欢奥迪啊？这奥迪车跟这个魔方比，你喜欢啥？我喜欢奥迪。对呀，你要奥迪嘛？来把这个给拜拜，完拜拜给你买奥迪来。我不改，很好，奥迪黑的，黑色的。我觉得基本上属于失败了。那个，换你有什么办法嘞？我呀，我跟你一样，同病相怜。要不你喜欢骑马吗？那叔叔给你骑，你要不要？哇，很厉害哦！来，我给你骑，骑在我肩膀上，来，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骑马？我不要。要吗？来，这个不好搞嘞。哎，你试试看这个。宝宝，这个搞大马吗？大马骑大马好不好？啊，你干什么？我要全身的。这不行，哎，刘老师，你能搞定吗？真的是不行就不行。这你能搞定吗？他们俩都不行，你能搞定吗？我看看。哎，你没给他们吧？赶快检查一下。你不检查一下，待会儿坏了怎么办呢？你不检查，他就赢了。他把那个给我，他就赢了。你要拿来检查一下。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原来那个，因为郑叔叔会变魔术，我怕给你变成别的了。我看看，奶奶在哪儿啊？在哪儿？我看看。哦，还是这个，还是这个。还真是有办法哎，刘老师，可以呀、啊，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告诉所有的女生啊，小心，小心。哦，这个是厉害人，哦、很高，这个厉害，这个是厉害人、啊。变的手法很高。好，来来，谢谢谢谢两位老师，来谢谢，哎。秋官，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也想了解一下你作为一个父亲，就是你平时是怎么跟女儿相处的？儿女呢，不能骂，不能打。啊。你只能好好的好言相劝，好言相劝之后呢，他还嫌烦，那也只能忍着这口气。等他真的是平静下来了，把例子。把一些有不好的例子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你会怎么样的，让他再选择再去看透一点。其实这个工作也是我太太跟他做，因为女儿都是喜欢跟妈讲心事。所以我应该谢谢我的太太。你太太今天是不是也在现场啊？她会躲着，她会躲着，也不会拍到她。所以跟
有时候父亲跟女儿哈，这种相处，这种贴近，因为我们都会说女儿是上辈子的情人。我小女儿是对我蛮贴心的，好奇怪，最小的都是最贴心的。那长大了，她就大概她要，她感觉她有那个力量去面对社会。她要自己去闯。就算她碰了钉，她也不会告诉你。有的时候也真的要注意她回家她的情绪如何，尽量去旁敲侧击。去了解她到底有什么心事。我们这个环节，我们来到香港最后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还是要有请我们秋官给我们唱一首歌呢？机会难得，对不对？所以秋官会给我们唱什么歌？那问清好不好？好，有请，有请秋官。不懂太多悲哀，是的聪明竟然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爱到不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记得乾隆的时候，就是那个一转身就坐在那个龙椅上嘛，对不对？就没龙椅。下次一定给您备好，希望您还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谢谢谢谢秋官今天来，我们掌声再次送给秋官，谢谢谢谢。依依不舍告别了我们的偶像时代，领略了英雄大侠的风采。下面一站呢，我们要去着一个有小桥流水的城市，在绵绵的细雨中感受一下温婉女子的独特魅力。
还会拿着绣花针啊，一针针绣。今天啊，我们呢就把全苏州最会绣的这位娘子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教教大家怎么绣，好不好？我们马上有请苏绣大师顾文霞女士，有请。我们马上有请苏绣大师顾文霞女士，有请。顾文霞，她被誉为第二代苏绣皇后，将苏绣技艺以文字形式传到海外，为苏绣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声誉。她以针为笔，以色为线，在穿针引线之中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苏绣奇景，为国内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今天苏绣大师顾文霞做客我爱我的祖国，为您带来苏绣背后的美丽传说。顾老师，第一个问题可能有点点冒昧哈，我能问一下您今年？22岁。那您眼睛还非常好，还可以穿针眼线。据说您媳妇儿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就是我做的，而是结婚的时候穿的，是不是？对，是的，是的，是的，是妈妈亲自为我绣制的，一针一线。它这个图案呢，就是凤穿牡丹，就代表吉祥如意。哎呦，这绝对是最贵重的礼物了，对不对？对。好，那么现在题目马上来了，请听题。苏绣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之一，请问以下哪一个选项不在四大名绣之列 ？A. 蜀绣 ，B. 湘绣 ，C. 绒绣，请抢答。来，选 C。四大名绣是蜀绣、湘绣、粤绣和苏绣，没有绒绣。哦哟，说的好像头头是道嘞。顾老师，回答正确。恭喜刘一伟队加5分。哎呦，两队现在一样的分数了。哎呦，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属于非常激烈的比拼了、啊、但是在下一道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顾老师的一些作品。我们请上道具。哎呀，这猫太漂亮了，可能大家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玄妙在什么地方啊。您正面看，这是一只猫。哎，这边是两个猫。你看这边两只，还有一个大一点的猫，还有只小一点的猫，然后这还是透明的，可以看到我的手，看到没？但是它是两只猫，栩栩如生。你看那个毛发跟那个眼睛的感觉，你就觉得它是活的，这一点都不像是绣在上面，它就像是活的。这您能跟我们说说您花了多少时间吗？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哦，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一天做个三四个小时吧。哦，这个我们说哈、啊，湘绣虎啊、苏绣猫，但是像您这样的就算是大师了。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您绣猫能绣得这么栩栩如生，这么的好吗？第一个是要养猫，要养猫。喜欢猫，喜欢猫。然后呢，再画猫，画猫。你还画猫？学画猫，然后呢，再是刺绣。据说当年呢、就是您绣的这个猫还被我们国家送给这个美国总统卡特作为礼物，是不是？是的。他看到了以后，卡特总统看到了以后觉得特别的棒。对，非常的喜欢，非常喜欢。所以他1984年我们送给他的，2004年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写了两封信，说要叫我去到美国去开展览会，那么我就去了，那么后来呢，卡特来到苏州的时候呢，我就他的女儿一起来的，女儿说要披线子怎么披的，袖子怎么绣的，后来呢，我就告诉他，这个呢是。只要用心就可以做好的，我就送给他一张双面绣的围巾，
他马上就拆开，马上就是哦，这是真好的。然后就是一拿到礼物就戴在这个自己身上了，就证明相当喜欢。嗯，我看了一下啊，您这个猫这个绣的特别特别的细，这个毛这么细，一根丝线要分成16根。哇，一根丝线是为之怎么为之一根？这样的一根，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分成16根。那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分吗？这是1/2，二分之一啊。这里还有好分，分成8根，这里可以分成8根，这里可以分成8根是吧？这眼睛可是真好哈！现在还不要戴眼镜，现在还不用戴眼镜，也可以穿针。来，我们来看看顾老师这边的这个作品，这是龙袍啊，这是龙袍。据说这上面的线都是针线做的。哦，那这样子一个作品得花多长时间啊？要5个人做10个月。5个人做10个月。来这边看看这边，这个是唐伯虎的像。这黑边是这个是绣的，这秘绣，这个是真丝底料。所以这些文字什么也是绣的，都是绣的。你看，都是绣的。所以你看，特别特别的细致。哇，天哪！苏绣名满天下的时候，其实是和唐伯虎的画。对，唐伯虎这个画很适合刺绣。对，老人家真的，您现在收学生吗？这个7个。有7个学生，让他们呢，就是把你的记忆啊，都给这个记录下来。对，让我们这样的苏绣这么美好的作品，一直流传下去。是的。好，今天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现场，谢谢，给我们带来这艺术珍品进行欣赏，谢谢。苏州自古呢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明清时期，苏州呢就是丝绸业的重镇，被誉为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现在呢，苏州的服装行业呢依然很火，据我所知呢，现在的80后90后啊都很喜欢到苏州去置办嫁衣，因为苏州呢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婚纱礼服的生产基地，而且在那里买婚纱啊真的是物美价廉。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去看一下苏州婚纱秀，去感受一下婚纱之美。一个这个婚纱梦，因为当你一穿上婚纱之后呢，就觉得万千宠爱于一身，所有人的目光呢必须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有些时候那个时光太短暂啊，你想想穿上婚纱走一走就没有了，所以必须要拍婚纱照，把这美妙的瞬间呢给留下来。但现在很多时候拍婚纱照拍得不好，可傻了。今天有这么多位这个明星朋友在现场，那必须要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样拍婚纱照才能拍得美、拍得好。
我们今天有两位美女明星呢，现在已经扮好新娘子了，我们掌声有请红尘李小萌。既然说呢要拍婚纱照，当然要有摄影师了，我们马上有请摄影师常文。来，这一对先来，来这一对，哎呀，这黑白配看起来还是那么回事啊。待会儿你俩的动作呢，就是你这手掐着腰，这手拿着花，对，你稍微侧点身，搂他腰。我是摄影助理，我是摄影助理。对对，要甜蜜一点。对，要甜蜜一点。哎，靠上去。哎，头再靠近一点哦。那个表情表情，来好，要面对面。好紧张。哎，面对着，你可以跟他说个悄悄话。爱情已种在心里。 OK。 哎，看着我。哎，好，三香。好，哎，好嘞，看我。哎，好，哎，好，不错，太棒了。好 ，OK， 好，哎，好，谢谢。来这一对来，好，看我，哎，好，看镜头来，好嘞，把你双手，哎，好，不错，太棒了。哎呀，哎，好，再来，大声去，好，再来看我 ，OK。哦，哇塞，果然有御姐风范啊！哎呀。深情对望，再近一点来，近一点，近一点，嗯，叫点来 ，OK， 都看我，好，啊，假装亲，头再近点，头再近，假装亲额头的感觉，假装 ，OK， 再近点，好，哎，看看，哎呦，好甜，OK。在这里呢，我们要祝两对新人呢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啊，我们看看这个分啊，现在刘仪伟35分，潘长江队30分。